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条直线呢跟这个圆它是相交了，那它相交的话就可能是相切或相割嘛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点哈到达什么呢？到达直线的距离哈小于等于半径，半径是多少呢？半径是根号10，哦，这是等于根号10的平方嘛，哦，半径根号10。也就是说，这圆心呢是在哪里呢？是在10嘛，哈。这个到达这条直线距离小于等于根号10，好，那这距离的话，哈，d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开根号，根号10啊，啊把它带进来，我就一减零嘛，哈，加 k 啊，好，啊这个小于等于。等于的话是相切，小于是相割，根号10。好，那我把这个移过来的话，这个 k 加一哈，取绝对值，小于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0啊。啊，所以呢 ，k 加一哈，小于等于10，大于等于负10。好，取绝对值，所以 k 小于等于多少？十加十减一是9了。啊，大于等于，负10减一叫负11，所以 k 介于什么呢？介于这个负11跟9之间。